口蹄疫非结构蛋白抗体酵素联结免疫吸附之区别诊断法。口蹄疫体外免疫检测试剂套组，国内目前用于检测猪口蹄疫非结构蛋白抗体之产品，由美国及荷兰等国家 ELISA 检测试剂套组。此三种套组分别以合成的 peptide 或以大肠杆菌或昆虫杆状病毒所生产之重组蛋白，制成间接型及阻断型等口蹄疫非结构蛋白抗体检测 ELISA 套组，作为区别自然感染与疫苗免疫的例行性血清学监测方法。家畜卫生试验所研发口蹄疫非结构蛋白抗体酵素联结免疫吸附之区别诊断法技术，其特征在于能够专一性辨识动物感染口蹄疫病毒后所产生的 NSP 抗体，且产品包含之技术标的主要针对 FMDB、NSP 的融合瘤细胞株及其单株抗体，以及包含有该单株抗体之 Sandwich 及 Blocking ELISA 检测试剂套组等。本试验利用原核表现系统成功研发检测口蹄疫非结构蛋白 NSP 抗体之三明治型 Sandwich ELISA 及阻断型之 Sentinel、FMDB、NSP、Antibody Blocking ELISA 等，可取代血清监测所需向国外采购的口蹄疫 NSP 抗体检测试剂，每年节省外汇支出新台币百万元以上。由于该方法的检测试剂系利用原核表现系统及单株抗体建构，所以具有易量产及高专一性的优势，其优点为操作简便及具有敏感性及特异性，且符合使用标准，有助于口蹄疫感染的国家之防疫监控与防治，以减少农民经济的损失。